挥春人手写字潮，金融女重要签名。恭喜恭喜，新一年又到啦，挥春梗系唔少得啦，揾到人手写嘅话就够晒难得啦。自己有兴趣啊嘛，谂住自己可以写得好过入老人院啊嘛。87岁嘅添叔写得一手好字，挥春啊都写咗60几年啦，系街头写挥春最老嘅一个嚟噶。街头写挥春呢家嘢都夕阳噶啦，不过添叔就话最近日日啊都有几十个人排队揾佢写，连后生仔都有，好似潮流咁啊。我喺度写咧，就带啲灵性带翻落去我啲字嗰度。在上环摩罗街文武庙对下是龙口之地，人手写啊才可以最覆驱邪的。这个是福字，但是这个是很旧款的福字的，就是找到这个字之后找师傅写了它。20几岁的他特登来帮衬添叔的。我想签个大名啊，我因为5年前我看到添叔他在那写。看到写得好靓啊！30几岁的 Derek 看到添叔字体工整有力，就决定在农历年之前在添叔附近摆档写挥春。咁呢个我哋中国的国粹嚟噶嘛？咁啲字即系每个字创造出嚟都有佢个 story 喺度。仲话想呢一个文化继续传扬落去啊！